我的女儿很像我，我们喜欢彼此分享快乐与美味，一起做甜点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光。这颗红苹果就像她小时候的脸，也像我。我用舒特夫保护我的敏弱性肌肤，也保护她。舒特夫生活美国皮肤科专家推荐，干燥的肌肤需要全天候保湿，用我最爱的照顾我的最爱，为呵护而生，舒特夫。